一颗星坐在我的右手边，然后在讲，是嘛？你讲那么多干嘛？敢打嘛？讲那么多规矩干嘛？然后玉生说，废物，来，先被打，先被打，来，不对，先把你杀了。演示给你们看，这桌子嘛，一颗星坐在我的右手边，然后在讲，是嘛？你讲那么多干嘛？敢打嘛？讲那么多规矩干嘛？你是不敢打嘛？然后玉生说，废物，来，先别打，先别打，来把打、啊，我是打的玉生，没事没事。那玉生冲过来之前呢、啊，就是那先把你杀了。旁边还有一个工作人员在拉着他的衣服，那因为玉生还等不等？玉生连工作人员都要打了，当下，所以你能想象他当下脾气是真的有起来，然后就砰，然后因为那个工作人员就是一个小阿呆嘛，那他当然是看到这种练武之人，当然是会害怕啊，然后就看对到眼之后，不好意思，然后玉生就冲过来，因为我是坐在尼克星的左边，所以玉生是坐在对面，然后我们这边有个走道，然后他冲过来。我来，我打！哦，就终于啊，在我的协助之下，化解了这个犯罪现场。基本上呢，两位是基本上没有任何差距的。好，我们邀请。好，我们。接下来压轴的选手要来欢迎我们的中路野兽 Toys 刘伟健出战 Toys。就是我们香港的电竞教父钟培胜，基本上呢两位是基本上没有任何差距的。好，我们邀请两位选手在场中对峙。好，我们请工作人员稍微拉一下哦。稍微挡一下哦，我们在后面，好好，稍微挡一下，好，我们有明天哦，在场上见真章哦，